这个国旗等一下拍完之后你就可以带回去了，然后你们可以贴在你的门口，贴在门口的就表示说我家我不拆，然后你们不要担心说好像要叛国了，不是，我们刚刚的诉求已经有写给你们了，然后这个行动在网络上也开始慢慢要发烧起来了。哦，那有人跟我们索取其他的，你去我们这个贴纸除了眷村不拆有象征眷村的意思之外，因为我们会发送给全国眷村的金主户，那需求争议的话，包括连南平里的弱势团体，我们都会发给他们。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只有共和里在贴这个东西啊，大家往这边集中，因为你的背景是改建大楼，好不好？那往这边集中一下，好不好？胜利，居住正义，眷村不拆，眷村不拆，居住正义，居住正义，眷村不拆。眷村不拆，台湾代表画共和金最近台画加油哦！啊，对吧？画归国开始啊，好阿妹，好，我先画机制正义开始啊！机制正义，居住正义，眷村不拆，眷村不拆，机制正义，居住正义，眷村不拆，眷村不拆，共和新村加油！共和新村加油！